家源于父母的馈赠，是血液里浸透着情感的地方。路一生要走千千万万，魂牵梦萦的却永远只有一条回家的路。有一种家，建在地平线下，与大地相通，与血脉相融，遥远为方，置身其中，天似穹苍，方圆之间，天人合一，传承积淀几千载，孕育文明黄河边，它就是黄河儿女特有的家，地坑院。